今天来跟你们介绍一下轮胎的选择啊。轮胎呢，就分材料材质，像是热熔胎、复合胶料。胶胎的材质，比如像是原厂配车都是胶料的材质。这个热熔材质呢，它抓地力比较好，不过相对的它的磨耗就比较快，烧的比较快。你今天非常的热血，每天都要跟人家削胚的那一种吧，我们就可以建议你使用这种热熔胎材质。如果呢换这种复合材质的轮胎呢，抓地力就没有像这种热熔胎那么好，但是呢磨耗的系数就会大大的提升，使用里程数也会比较高啦哈。我在通勤偶尔在跑山，那我们会建议你选用这个复合材质的轮胎 S98 Sport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胶胎的话呢，排水性佳，磨耗高，但是呢它抓地力就没有那么好。当然我们一般通勤族呢，建议你们使用这种胶胎的就可以了。当然啦、部分的尺寸只有热熔胎有做，像是128/42，这个我们称大胎哈。OK， 轮胎包括一些进口轮胎、国产胎，需要什么轮胎我们都有，直接私讯我们哦。OK， 拜拜。